什么？你也有火？他以为打蛮王是吧？应该是以为他打蛮王，他带的不灭巫术点火，打蛮王是可以这么带。换线了，不，本来我就是善待。还好我下手快啊。他没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要补刀啊，哥们，抓人是不是得看一下兵线？真回了，那没办法。出智慧默认吧，他脆的厉害，他在出冰心，
他很脆的这石头。归零二。不是175吗？赏金，早就改了。挂点 M， 我怕死不了。零归零三，斩去谗言。他出这个很脆的，我这个是魔法伤害，然后这个乱七八糟魔法伤害很多的，他们是升级换线了，应该是强行想换线。那亚索跟他换吗？不跟他换就会吵起来，不知道会不会同意换线。同一换线，我就智慧默认就出的没有那么有用了啊。恶魔形态各异，于我而言，一概是利。预判一下就好，他肯定会异我的。归零。他打蛮王确实好打。下把玩亚索，我下把石头人呢，开始兑现什么就玩什么呀。虽然我更想玩亚索一点。啊！把这龙能不能碰一下？有的时候，我也想见识面具之后的真容。在哪边去？在打河蝎，还没闪。
是上河亚索，不是这个岩雀，岩雀蛮王有助攻啊，七减一等于六嘛。这把舞台很大，没有搞个超神就行了，够了。给我让个位置呗，我要带下路了。谢谢你。透过面具，我看到他的真容暴露无遗，而我自己的假象。是下塔，下塔之前。慢慢拆嘛。别急呀。就带下路吧，没人拦得住我了。
应该先 E 再 Q， 好像失误了。先 E 再 Q 能操作他的。归零零。可惜。就把先锋拿了，早就把他们一波了。我这一箭好痛啊！这一箭射了我800血左右，感觉。哦，应该这应该是两箭的伤害吧。啊！石头人这幻象还真有用，他把蛮王打的要生活不能自理了。把岩雀杀了，岩雀在打先锋，斩个风跳下去，单杀岩雀的是吧？那加一个呗。砍死他！砍他呀！为什么要走？砍他！石头人打出赏金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别对位超神了，我撤，你把他砍死呀，他对位超神白忙活，我操，几个了，我真服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下头啊，无人能挡是几个，完了，十二个单杀了吗？啊！别给石头人送了，我操！超神，完了。对对对，给岩雀，别给石头人了啊、哦！啊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等于12.0000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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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还不足以让我停下。大龙，我来推下。表现了吗？
一五加三杀 ，OK。那这把还行吧，差一个超神，我好像超过神了吧？之前。